对，我比较青涩，我们家的人也都说了，我跳的不够诱惑，我觉着我应该去找个师傅，有喜欢青涩。我们菠萝妹已经是熟透了，是吗？辛苦辛苦，上一个主播带来了辛苦表演啊，到现在模板都没在了。欢迎欢迎新进来的朋友们，感谢欢迎大家来到992，燃爆星星就在这里，然后咱们有喜欢主播的点主播的直播室通知，这是我最后一个麦序了，然后我这几天都是过来顶档的，本来这都不是我的麦序，可顶到明天吧，明天应该就见不着我了，所以呢，没有点关注的，赶快点一下我的关注，我带你们回家。先给大家跳舞吧，40%了，14%了，等我。然后打个广告啊，然后有意想当场控的呢，可以私聊我们的三啊，现在是三号麦，主播好漂亮。好了，你不用你扣扣66就行了，别爹，我知道。大家跳舞吧。
9992，燃爆星星就在这里，没有勾主播直播室通知的可以点一下，咱们电脑用户点一下电脑下方这个直播室通知，然后手机用户的点一下那个黄色的小爱心，帮大大点一下这个直播室通知，有喜欢主播的啊。我们的星星有走一走的吗？我的妈呀，每一次我来我的星星最少的30个。好，感谢大家啊，我给你，好，你把你的心都给我吧，方仁哥。我是个盲人，主播白吗？求概述，主播很白，但是主播跳舞不是特别性感。再看下几个了，现在还是30个呀，一个人才一个心呀。不会呀，你们签到的话就可以点心呢，最少有5个心的呀，31个不少了，还没更新过来吧？31个不少了。好吧，可能就是这样扎主播的心。我是个盲人，但我能点。好的，欢迎大家来到992啊，然后再打个广告，有喜欢的有意向做场控的可以私聊我们的3号麦序啊，我们是3号麦序帅哥。没点关注的点一下关注，谢谢大家。牙66扣起来，其他的不要扣了。我看到公屏没有66，我跳舞就没有激情了。像再跳一首，还有7分钟的时间。然后有想听主播唱歌的呀，跟随我回到我的直播间，有想听什么歌的我可以给你们唱。主播唱跳舞呢不算特别专业，但是唱歌吧也还是可以的，算不上稀碎，还是能听的。然后现在就接着给大家跳舞吧。唱歌的话等我回直播间给大家唱。
跳舞都跳得这么好，看到了，没毛病，谢谢谢谢，那赶快点一下我的直播室通知吧。啊，这舞确实有点累啊，感谢大家，谢谢大家 call 六六啊，然后我的时间还有不到三分钟了，就要下去了啊。然后大家有想听我唱歌的，可以到我的直播间；有想听的歌的话，我可以唱给你们听。哦，唱歌唱的也还可以啊，算不上稀碎，希望大家不要介意。然后跳舞可能有人喜欢，有人不喜欢，然后喜欢的可以扣扣 QQ 六六啊。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欢迎大家来到992，然后冒青青就在这里。然后呢，我再给大家跳一支舞吧，可能时间就不够了。我可能跳着跳着就下去了。然后咱们大家把一麦二麦的关注点一下，然后下面是由我们的博二给大家带来更精彩的表演啊，大家不要走开啊。然后跳最后一支舞吧，我找个舞曲。좀더 놀아줘봐.